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层星穹铁道 2.5 一条龙成就书籍宝箱战利品碟片仙州罗浮劲风剑全收集剩下书籍。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劲风剑三层右下角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前方就是这一本书籍。接着我们往左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宝箱，拿完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回头走到前方尽头之后，我们往左拐，然后右侧有缺口，我们来到第三个缺口，就是第一个不然你就就前方第二个，我们第三个缺口拐进去，然后是一个宝箱，刷到六。拿完宝箱之后，我们回头继续往前走，进入前方的门，然后一直往里拐，一直拐到尽头是一个罗盘，然后我们点击对话，进来之后我们旋转一次，然后点击切换，然后再切换旋转一次，两次，然后我们再点击一次切换，然后旋转一次。让我们打开宝箱，身变神谜。打开宝箱之后，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三层左下角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我们往左走，往左走往前，然后进入左侧的第一个缺口。然后这是一个宝箱，然后我们接着回头走出来往前，然后最前方，进入前方的所功夫加场这个门没有搞。进门之后就是一个宝箱，你们俩在这，然后。拿完宝箱之后，我们往左拐，然后一直往里头走去找寻，又是一个魔法，然后我们点击对话，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一个往上垒一个，然后再点击刚垒的，我们往这是左下角垒一个，点击刚垒的往上垒一个，然后再点击刚垒的往这是左上角垒一个，也许正确的回答不止一轴。然后我们打开宝箱，别忘了，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现在只是八个宝箱，然后书籍刚才也是又拿了一本书籍，这里应该也是还有一本新。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长乐天左上角神策府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我们来到警员面前，这世上又新增了一本书籍，又新增了一本。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，往下拉，来到丹顶斯这一